然后最后呢，其实啊，练习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儿，你就练就好了。坚持，但是不能执着，水到渠成。要坚持练，但是不能以拿动作为标准，不能太执着，想一定要练成个什么样，但是也不能偷懒儿，就是这意思啊。坚持一件事儿可能不容易哈，但是它又特别简单，所以大家不用着急。你就按照序列来，踏踏实实的来，其实没有大问题，大部分。